媒体大哥大姐们，大家好，我们是薄荷水晶 Baby Mint。大家分享一下电脑心情。那所以就是收到的时候就很期待，毕竟是阿迪达，然后我毕竟就很喜欢阿迪达，因为以前排练啊，或其实平常日都会穿阿迪达，因为风格很丰富，然后也感觉有很多 sports 的衣服，也有很辣的，比如说一些羽绒服，我也蛮喜欢的。羽绒服，耶、yeah ，很辣的羽绒服应该是 one piece 吧？嗯， one piece 的。可以介绍一下你自己脚下的鞋子吗？哎，对耶，下来试一下，你要告诉吗？脚好啊，我脚下的鞋子呢，就是它上面有非常可爱的 Hello Kitty， 有没有看到？非常的可爱，尤其是品心他们走路还会康康康康康康康，走到哪？有点有点，品心在哪里？品心你在哪里？这里。可以分享一下，就是你们昨天工作的时候，讨厌鬼是怎么来的？讨厌鬼呗，就是制作人，就是因为我们的制作人有病，所以我们就是讨厌鬼这样子，对。我们制作人是讨厌鬼，我们制作人是讨厌鬼，是的，可以进入半家规了，可以可以，可以，我们三二一一起哦，然后好。好，我们掰讨厌鬼，然后好，五六七八，掰讨厌鬼。很丑啊！不好意思，因为你自己穿都没有藕包。你说藕包吗？现在藕包最重，现在藕包最重，现在藕包最重哦，突然变成真心话。连连。你现在觉得我没有藕包，就是你要确定，要确定哦。我跟你们说，我们在录音的时候，如果你们有看 Hello Kitty 巴拉咖喱，我们就是在那边Hello Kitty 巴拉咖喱 Hello Kitty 欧西，他在那边 Hello Kitty 巴拉咖喱 Hello Kitty 欧西，那个还是要帅，对，还是要帅。这个不是藕包，这就是因为我本来就是这样。哦哦，难怪，是哦是哦，那你私下是算比较冷静，比较不会搞笑。我觉得我不是，因为我是有头部位在哪了？你有吗？举例啊，举例，我可以举例。好，就是我们每次见面的时候，你会怎样？嗨，不是，好啦，没有啦，我们没有，就限定许许这样子，我们会这样。磕到了，磕到了，磕到了。到後面的感受啊啊！除此之外呢？你们要给点，我觉得这个不成立。你每次都陈妍霖。哦哟，我哪有？来说一下你的感想。身为一个偶包第一名的人，我觉得我还好吧。没有，这个是就是本人就是平常的个性就是这样，其实没有参加任何一点偶包。我觉得偶包比较重的话，可能我轮到我们的晶晶好不好？现在是在传来传去，还好吧？我其实没有什么偶包哎，我就是我觉得你还好啦，真的我还好，就是其实我也会锵锵的，我也会做鬼脸啊，我也会讨厌鬼啊，我也蛮讨厌的啊。这个就是偶包，很可爱，很可爱耶，真的是可爱耶。我觉得可能最没有偶包的可能是陈云吧。对啊，陈云完全没有偶包，他就是他很爱给我们看一张很有趣的脸，蛮有趣的。来，你对此有什么想说的吗？就是因为我觉得藕包这种东西既不是食物，又不是就是对它就是可有可无，所以呢，在我身上好像没有什么藕包，就是藕包，对，就是我觉得抛开藕包也可以跟粉丝们就是更亲近的感觉这样子。对不起，我在加油。好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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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的。大家课业忙碌，我觉得课业忙碌的话，
我吗？哎呦，天哪！压力很大。就是因为我希望我大学可以就是到美国读，然后也希望我能成为一个医生。就是我很喜欢解剖跟 biology 这方面的东西，所以希望我长大可以当皮肤科，然后常常救大家。所以就是我现在就是很认真的在上学，然后功课也还不错。最近拿的课也比较难一点，就是有拿到大学等级的课程。然后就压力会很大，因为希望成绩都可以保持得很好，加上又要练习唱歌跟跳舞。那我怎么去平衡这件事情？就是因为我是坐校车到学校，其实我学校就在这附近，我读台北美国学校，所以就是车程差不多30分钟离我家，所以我就在这30分钟尽量把我的功课全部都写完。然后因为我也很喜欢读书这件事情，所以我都在晚上都不睡觉，然后我在念书，然后就在把棉被盖起来，然后开一个手机的灯，然后自己在念书，有点可怜。可是就是希望我在这两年可以把功课顾好，又可以把这东西顾好，然后去读一个很好的大学。谢谢大家，晶晶加油！晶晶大概一天花多久时间看书啊？除了那个校车。看书哦，我如果是要写功课什么的，平常我会花2到3小时，可是就是其实如果大家有 follow 我的 IG， 然后参加我的那个专区，我都会写说我最近要考什么试啊，然后就是在念什么书啊。可是我觉得每天我觉得有到7-8个小时都在念书，因为我很喜欢读书这件事情，就不管是写功课或什么，都很喜欢念书。然后我家里面也很多很多很多书，对。那最近波波有说你女孩单身哎、欸，那会不会想要谈恋爱？谈恋爱哦，还好啊，我比较喜欢念书。对啊，我现在年纪还蛮小的啦，几岁？几岁？十六。我今年才16岁，所以还没有准备开始谈恋爱。想要先把书读好。呀呀呀！读书对我来讲非常非常重要。然后我已经有他们啦，干嘛有什么男朋友啊？ Oh, 对不对？有点害羞哎、欸，什么 ？Sorry， 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开学了，就会讨论的嘛。讨论呢？哎、yeah, ，全品星吧，全品星都有啊。好好好。有人追吗？Oh, 有人追吗？有人追吗？说到重点了吗？就是我们，因为我读的是华冈艺术学校，所以呢，就是大家可能有时候我经过术科教室啊，然后就会看到，听到，可能我的左边有点 Hello Kitty， 巴拉咖喱 Hello Kitty， 一起，然后也不是什么他们在跳，就是可能那种暖身啊，然后就是放这种音乐，然后我最近有听到娃娃，对，所以就是也是觉得蛮神奇的，毕竟就是一个。在学校的时候是一个高中生的身份，然后就一个高中生走很正常的在上课的状态，然后突然间听到自己就自己团的歌，然后就觉得很不可思议。那你会跟着一起跳吗？我会快步走开，没有，就是一种也还是想要在学校是一个上课的状态，对，所以就是不会特别去有一些工作上的那个部分，对对对对对对对。耶、yeah. ！年纪最小的，压力最大。我吗？只有三级。其实会有一点点压力大，因为现在我的年纪很尴尬，刚好卡在就是要准备会考这样，所以就是我前阵子在忙未来少女节目的那段时间，就是感觉很繁忙，就是又是工作，然后又是学业，然后都压在身上，也就是有一度觉得说，哦，压力好大啊，怎么办这样？但是就是。有很多人的陪伴跟支持，所以其实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动力啦，就是也会是让我想要前进的动力，所以其实我可以把这些压力化成是我前进的动力，对，这样子。嗯，有动力火车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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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。那个闪光灯要好，这边，来，我来，OK， 好。